54岁焦恩俊近照引担忧，全脸通红，眼眶含泪，被质疑醉酒霸气回应。近日，演员焦恩俊在社交平台晒出一张自拍照，其脸部状态引起网友热议。照片里，焦恩俊满脸通红，眼眶里面肉眼可见有泪水和红血丝，胡茬泛白，眉毛浓密，整个人看上去十分疲惫憔悴。对此，网友纷纷猜测焦恩俊是不是喝酒了，这全身上下的确十分符合红的气质了。对此，焦恩俊的回应并非是喝酒了，而是突发高血压，心跳直奔120，情况还挺吓人的。但焦恩俊心态很好，用而已来自嘲。众所周知，焦恩俊年轻时可谓是古装男神，虽然备受观众喜爱，但焦恩俊还是选择慢慢淡出了演艺圈，陪着老母亲过着岁月静好的生活。此外，他对摄影也颇有研究，经常晒出帮女儿或者女性模特拍的写真照，照片色彩浓郁，暗黑华丽风偏多，完全不走小清新路线，和他本人直来直往、敢爱敢恨、放荡不羁的性格也颇为贴切。焦恩俊已经隐退许久，上一次上热搜还是正式宣布和前妻林千玉结束婚姻关系。但其实是否拥有幸福的婚姻似乎完全不影响焦恩俊的生活，他和两个女儿不仅是父女，也是朋友、知己。祝福焦恩俊未来阖家欢乐，平安喜乐，过潇洒自在的人生。